接下来登场的是由程潇主理人带教的鸿雁组，这支队伍拥有一线队员 Ruby 吴静怡、曾豪、叶思米娜，正式队员蔡宇冰、小恩，预备队员毛宁、诗月、吕雪、周新宇、乔一瑜。有请程潇主理人和鸿雁组带来他们的舞台作品。 我觉得这支舞它有一些古典舞的元素在，但是又有一些卡点和 power 的地方在。大家的水平还算是比较平均，但是我们的时间特别紧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开玩笑，一定要好好练一下。哎。 然后这个地方要下去一点点，你前面摆好你的 pose， 你肯定也是有 pose。Ruby 的这个出去时候胯部出去吧，只是下下的。雨雪脚不一样，后面的脚是弯的。潇潇老师他平时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但是在排练的时候，他是温柔里面带着严厉的老师。五六，有难了。他排练的时候特别集中，然后每个人被带动的就是效率很高。我其实蛮想给他们信息。 因为他们总是就是觉得可能自己没有中国舞的这样基础的训练，他们就觉得可能自己完成不了。但是其实他们是完成得了的，对。可能我们缺的就是对队员的信心吧，但是潇潇老师就是觉得大家都可以。一二是这样延伸，但是一就是不管是谁。 你都要做到这个幅度，你都要做到这个强度，你都要走到这个速度上面来。他对，比如说整齐度啊什么的这些要求很高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不是很齐，就是那个转的那一下点，因为是有些人是延伸很多，然后有些人是马上就走了，就是统一一下我们。最好把拍定死，就是四个。一二三四。 最好是三，那你是算一二三四，这样可能会是三转四定在这里，三转四下，一二三四，哎对对不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们的审美取向也非常相同，这里加点什么东西会更好的时候。 大家就是都很认同，并且特别努力的练习，效率极高。2个小时完成了那种10个小时的课动作，就是强度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打四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。我觉得最欣慰是你跟他们说了之后，他们能改能做得到。 就是我们一起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。我有足够的信心，我们可以赢，二公一定是第一。我觉得呈现出来一定很好看。哇！哇！
绝了，绝了，绝了，太美了！哎呀，太好看了！最令我震惊的就是这一组了，他们的效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很宏伟，非常的宏大。一开始好像是一个风景，然后最后他的穿，然后在中间在一起，然后做一样的手，然后他们的 timing 的力度都是很好的，所以有这个哇的感觉。我的心中第一名，我觉得是程潇的。这个作品里面所有人好，全部一个作品全部好，所以哇，完美。好，根据之前的选择，程潇主理人带教的鸿雁组总共有十秒拉票时间，请在我倒计时之后开始拉票，三、二、一。大家好，因为我们只有十秒钟，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这个舞蹈，你觉得我们值得，我们真的这个舞蹈非常非常棒的话，请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，爱你们哟。最后一下中了，最后一下中了。现场的五十位大众评审，如果你们喜欢鸿雁组的这支舞蹈，请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